对呀，又是他们，没有人了。看见先知了。看见空姐了。怎么耳鸣突然亮了？自己救自己，他在做什么梦啊？骗，记得骗，让他刷一部分。
骗出分身来。哎呦，这边头疼。上把吃了分，这把赚回来。看见一个人，在窗户那边，结实。盲女，速修。结实可以，想速修，存在的。把电机全给你退回去。放儿子，不许。还没放儿子，可以再挂一次。把熏香挂这边。刷分 ，nice。
儿子都给放了，直接飞。盲女在这边，盲女去了，这局差不多了。休息时多到了，他就休完了。走位，柯姐没怀表了。来了，不着急，时间到了你也得死呀。挂了个空气。先知肯定在修炼机，以防万一，我要回去一趟。快点在里面啊！不管他，整体交流啊。找到地胶在哪？哎呀，心大呀！刷个颜色，给力！
我看错了。夏吉尔回了一刀。又骗死了个分身。哎，这闪现怎么回事啊？服了。垃圾玩意儿。救他没有意义，他把他一刀斩。我是在修，杰斯在跑，空姐过来了。死了。这空姐，救了谁的？这是空姐在倒，倒了永远起不来，不管。OK， 最后一个。我闪现空闪了都能赢。跑，跑哪去？
记得拍照。可以拍了。这么多人。好了，跑得真快啊！没要救人啊？这样救啊？切刀了解一下。好的运气，这有个人把他后面着急，全你其实都一样，我看谁更加的紧张啊。OK， 那盲女也要倒，好说好说。空姐修，对，修，空姐修，空姐修电机。亲自死了，结尸啊，我结尸去了。反应力这么快啊！死贼吧！连番，等一个照相机。盲女在修，空姐应该在抽箱子，那边守吧。
他也在修电机啊。有盲女，那这边空姐。花鞋都一样，手机像啊。哎，巨钳来了，你大爷！前天下第一，不急着拍照，可能小木屋那边有一个人在炖蘑菇，我要见到他的真人我才拍。来了，拍。到二楼呀、啊，不会躲 VIP 里面去了吧？藏哪了？找不着了。着急，哦，就两台了都，有点急啊。打着了，不亏。谁先知啊？这个魔术师的话不好吹了。
想聚钱给他拦一下。他这边我要守电机，我不能打他。没鸟，你肯定没鸟，没鸟。好。What the fuck？剧情来了，哎，跑了，我靠！好说，那我这个胆量服了。治疗，哎，我去钱。哎，有巨钱是真的爽呀，根本不怕摇下来。气球刀教你做人，爬起来。铁峰，结实，可以两个分身。
一般结实的拳，然后把镜像前方的镜像打一刀。刚才看见前锋了，露出个头。看救啊！是哪里了？接着儿子打了，然后看一下他的方位。有点远。自己的。OK， 前锋摸起来了。拍照，这痛哟！他绕了一个圈子，撞到我了。伤呀，这一局空姐已经在附近了。感觉差劲儿快呀。
然。看我怎么挽救了。其实我觉得也行了。哇，子你哥，你敢过来吗？他第一挂死，nice 啊！他这么稳的呀，美滋滋。是不是很气啊？大门后塞啥了？哎呀，这个剧情太牛逼了，无解。我欠这个气球刀，他们都不敢救人。剧情真牛逼。先吃，拍照拍照。真不吹的，我这边骗一下，没必要吹你的金像，把你一刀再说。我再去吹金像。看这边是不是一个双修机械师或者盲女，给他来个惊喜，炸电机，死你哥。
那双修的人呢？盲女。抓一个狗贼可真难抓呀。稍微偏来一下就上当了。点亮了一台，那杰斯应该会来救，有两个人来救。还好他没带怀表。偷了。可以举钱登场了，儿子去练级了。咬得下来，因为我怕盲女重新修啊。哦，你就带薄命。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那盲女重新修了。人嘛，来救人呢，你敢来吗？哎，真敢来！吃了雄鸡豹子屎，这是。
没鸟，不救了。他没治愈，先气球刀过去。好了，前面抓一个，抓空姐，我空姐抓了，她开不动门，现在没有治愈了。开不动了，两层，空姐二挂，直接起不来，我直接过去了，你直接过来救人了，开不动门，没办法了。抢先好了呀，看到人后再拍照，船上这边应该会有。前锋，再拍一个。这边还有，空姐的，给空姐一刀，把前锋打倒。到哪了？秀呀，真会藏！觉得调音师应该在这台电机，给了个惊喜，恭喜！哇，你枪这么焦了？那我得把你锤了。其实可以省个闪现的，我等镜像结束的话，我再去，再去给他一刀，其实就没事了。哎呀，这个前锋满血被拍了一张照，亏了。结石的儿子，前锋回来救人。二挂了。还不来，就是这样。这意义何在？
来撞，不敢撞。种蘑菇，电梯要修完了呀。前面的球应该有一大半，这么想修出的电机，疯了吧？哎，修，修刀来了，不敢修。强势这边重新修了，船上。应该修完了，看他造完。那那就静下，不要急。这空就崩了，停了。玩牌玩崩了，哎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完了完了，好好好，问题不大。